而且呢，我有150款电玩游戏哦，最新的提诺恐龙专辑，有磁性的溜冰鞋，钓鱼竿装了雷射瞄准器，和所有坚韧迅猛龙漫画。切，我有155款游戏，还有每一集坚韧迅猛龙的签名漫画。还有呢？还有呢？我们有智慧房屋，我们在昨天完成设定。我们的智慧房屋，请往这边走。看样子，未来今天就到了。哇，等我们最新的自作聪明智慧房屋系统开始运作，它会比你们家的更聪明，对吧，爸爸？是啊，瑞奇，你家很棒，雷森先生。哦，等等，你还没看到系统实际运作，不如你们和我们一起用餐吧。妈妈，现在流行站着吃东西啊。智慧房屋，您需要什么？午茶时间到了。小布，你好像忘了先洗手哦。智慧房屋，小布雷森，洗手。智慧房屋，取消。我早就洗过手了，现在智慧房屋，我要一个巧克力甜甜圈。可是我点了是巧克力口味，这是什么？纯素甜甜圈。家长监控中，小布雷森得吃健康食物。语音启动，食物才自动供应，感应式垃圾分类，所有功能一应俱全，完美的风水。还真像是美梦。我们快要完成自作聪明智慧房屋的设定，对吧，爸爸？可以这么说。当然了，和瑞奇聊过之后，我非常想看你们的智慧房屋是最新的样式，对吗？我们会在周五过去。现在呢？智慧房屋拍摄照片存到相簿。很抱歉，您的拍照机器人还在充电。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有完成设定吗？我和瑞奇有个点子，准备些小魔术给我们的邻居。好诶，我全部都画出来了。看好，我们要这么做。好酷，床头柜机器人。欢迎光临自作聪明智慧房屋，由我招待各位暴龙超级涡轮与机器助理。这是很有创意的设计。自作聪明智慧房屋，洗手，洗手。这是快速清洗，上学迟到的时候很好用。哦，太好了，小布，那个很适合你。真是讲究。好耶，巧克力甜甜圈。智慧食物输送系统通到院子，泰拉。我是说暴龙机器助理，带我们的客人到院子。太好了，点心时间到了。自作聪明智慧房屋，欢迎各位光临，喝一杯果汁水果。太棒了，这简直糟糕，这台投射器的方向一定歪了。欢迎雷森先生太太。那么你们觉得这房子怎么样啊？小肯，坐下，我是说回来。机器人已经开始叛变了。笑一个，你们上镜头了。其实没有机器人也可以玩得很高兴。我们游泳不需要机器人。1、2、3。好漂亮的小树丛，是你自己修剪的吗？还是你有机器人帮手呢？树丛是我最爱的帮手修剪的，索尔爸爸也是最聪明的帮手哦。而且他是最新款式的爸爸。我真搞不懂。老婆，你知道我最爱的球杆在哪里吗？你再找找看嘛，球杆能跑去哪里呢？球杆都在那里，可是没有我最爱的。那就换一只啊，爸爸。哈，要我换球杆？可是我今天有一场重要的比赛，那只是我最爱的球杆，它是幸运球杆。
我拿它打球总会赢。那就问其他球杆，也许他们很嫉妒，把你的那只球杆赶出去哦。你这样太偏心了。球杆怎么会这么做？快说实话，而且只能说实话。我们没有隐瞒，不是我们弄丢的。很难说，像这只看起来就很可疑。拜托你们不要再胡闹了，我觉得一定有人偷走我最爱的球杆。也许你的球杆在院子迷路，它很生气，因为找不到路回来。小肯，我们走。小肯，跟着气味去找球杆，回家后你就有饼干吃了。结果找得怎么样？我没看到球杆。小肯，如果你无法专心，永远不会是优秀的球杆寻找者。也许被谁拿走了。爸爸，你知道谁会拿走你的球杆吗？爸爸，你今天要跟谁比赛？我们的邻居雷森先生。泰拉，我们需要确认爸爸最爱的球杆是不是在雷森家。你好，我们正在这一区进行重要的调查，关于调查球杆。我们可以看你的球杆吗？请看吧。你们到底想要调查什么？我们想要评估一下你的球杆是不是是不是有赢得比赛的正确积极态度。我正准备要去比赛了，所以爸爸的球杆不在这里。你的球杆表现得非常好，祝比赛顺利。看起来我们的高尔夫比赛越来越受欢迎。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吊钩、钥匙、指南针，现在是我的球杆全部不见了，他们就像是消失在黑洞里面。泰拉，爸爸说阁楼里面有黑洞，万一他也把我们吞没呢？这个会保护我们。爸爸不是认真的，房子里才没有黑洞。瑞奇，爸爸所有的金属垃圾都不见了。金属，金属，我知道怎样找到金属球杆了。来吧，我们进去车库。嘿，不要碰车库里的东西，要是车子也不见，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们需要这个来帮忙找，磁铁会吸引球杆。瑞奇，不行，这里还有其他金属的东西。我们的孩子就像是磁铁，只是他们吸引的是麻烦。我最爱的球杆在哪里？这只球杆让我能更安全地从树上采下梨子。爷爷，我的球杆！我还以为自己最爱的球杆永远找不到了。整间房子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只为了那根球杆。是啊，过程真是精彩。我们来喝茶吧。水壶在哪里？我来找吧，我是寻找水壶最厉害的人。瑞奇，不要！世界热气球比赛冠军，毁灭性狂雷。这没什么。我爸爸比任何冠军都更强，他速度超快，别人叫他蓝色闪电，闪电比打雷还要快。欢迎光临城市博览会的开幕，我们会举办许多竞赛，一星期的实用时尚，而且盛大的压轴是热气球活动，令人兴奋的比赛等着我们。我爸爸也是恶劣天气之王，因为它可以在热气球里逆风飞行。你说什么啊，瑞奇？我不知道索尔先生是有名的竞赛飞行员。他
它非常有名。某次在比赛期间暴风雨来袭，我爸爸飞到云层上方打败了所有人。听起来是我们这里能找到的最佳飞行员。他当然是最棒的，大家叫他……瑞奇，你不要再乱说了，爸爸根本就不是飞行员，你应该知道他有惧高症。高，很好，来看谁能跳得更高。老公，这件是我参加实用时尚比赛的作品。有什么实用的地方？这能防水。哦，我在温室里需要你帮忙时，你就可以穿了。或者是他可以帮你。别说话，也不要动，把两手平举。我先去拿针线盒，必须进行修改。请进。大家看他，已经穿上了制服。你高超的本领传遍了整个广场。拜托，你愿意参加本市的飞行赛吗？我明白比赛不到你的水准，可是恐龙城市的名声岌岌可危。先等一下啊，瑞奇，我怎么会参加飞行赛呢？我有很严重的惧高症啊。我会训练你，我们做得到，加油爸爸。你做得到，再往上一点。很好，你知道怎么坠落，现在你不必害怕高的地方了。是了，可是我在高的地方会头晕，绝对没办法飞行。别担心，你有世界上最棒的教练。小心，我们即将达到重力的速度。或许我们可以先回到轨道速度。你还好吗？我很怕热气球的空气会全部跑掉，我就完了。如果热气球没有气了，你可以吹饱一些小气球当做替代方案。你必须更快把气球吹饱。我在计时，开始吹。你真的打算要比赛吗？那是当然啊，爸爸是冠军，蓝色闪电。不然就这么做吧。比赛开始了，热气球平稳地逐渐升高，蓝色闪电位居领先。那是爸爸，快挂！各位不用紧张，其实蓝色闪电只是在展现他的独特技巧，不过或许比赛真的出状况了。爸爸，快吹小哥的气球，快点！这次彻底失败，可怜的爸爸。这全部都是你的错，瑞奇。那是什么？没有错，那是我的特技替身。对，这位飞行员叫做木头风暴。木头风暴率先抵达终点。看吧，爸爸，如果假人可以赢得比赛，那你可以赢几千场比赛。孩子们，怎么会乱成这样呢？瑞奇一直不把玩具收好，不是我啦，真是……也许这是坏妖怪。我小时候也把所有事情推给坏妖怪。可是你没有逃过惩罚，对吗，老公？当然了，我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坏妖怪真的住进我的壁橱，我们花了好久才摆脱掉它。来吧，我们快点收拾好，不然坏妖怪会住进我们的房间。现在他不会住进来了。做得好，现在一起去吃冰淇淋。不会吧！
家里有坏妖怪，我们要怎么打败他？坏妖怪是传说中吓唬小孩的可怕角色，展现勇气就可以打败他。嘿，你的手机说我是胆小鬼吗？恐龙，你说瑞奇是胆小鬼吗？是的。哼，我们两个才不怕任何东西。我们会在5分钟后赶走坏妖怪。他在里面，我们做个陷阱抓他。孩子们根本就没有，不可能的。哦，就有可能，我们把它关在壁橱里。回来，哦，真想不到，这是真的。我来吓这个坏妖怪。为什么在震动？发生地震了吗？坏妖怪在壁橱里。没有人在里面呢。他在那里，我看到他的眼睛。别叫了，那是小肯。啊？小肯？小肯，我刚才好害怕。我才不怕，完全不怕。啊！